他妈妈死了，对，就一个孩子，家里人其他人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就一个孩子，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过来拿狼，已经准备了750个，让他帮我拿到车上去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我第二家店铺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，看，他这里是750个，他这里狼比较大，我们以后可以长期来这里。然后呢，现在前人给他，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杭州的一个尊先生。 狼已经准备好了，全部都装过来了，大家看一下，1500个，满满一车后备箱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村庄了，已经跟村长说过了，哦，村长来了，然后让村长通知村民，让他们排队过来，这样的话就比较有序一点，不会乱。这个戴帽子的是村长，已经跟他在商量了。嗨，你好，你好。 已经跟他们说好了，每个家庭，一包，我昨天订的是1包10个，让村长来发，然后他们每个家庭过来，领，一个家庭一个，这样多好，对不对？不会乱。村长，哎呀，我希望这个每个家庭都能得到帮助吧。 具体有多少个家庭还不知道。现在村长让我们一个一个的传给他们，每个家庭都有。他们这样领着就走了，一人一包领着就走了。我要好的车子提不起走的。可以看一下哈，可以看一下。 孩子们也能领着，小孩子也有来了。你看后面队伍已经来很多人了。嗯。今天经过的几个女性，也给他们一袋吧。都是排队的。村长还有权威。 来了一些女性呢，人越来越多了。小女孩穿的这衣服也太单薄了，一个夏天穿的衣服，她为什么没有衣服吗？她没有衣服吗？ 要不我们等我把他带着，给他买一件衣服吧。我们把他带着买件衣服吧。那小孩子穿个夏天的衣服。我找到他的爸爸还是妈妈。我找到他的爸爸妈妈，然后跟他们说吧。他们经济的好吗？让他去买一点衣服吧，然后回来。女人在一边，男人在这边。 发的已经差不多没多少了，现在这边给女士发，每个人都能领到，而且不乱。 今天化雪特别冷，特别冷。
拿一包狼回去了，这是他们的房子。每个人都有一包，非常好。全部发完了，没有了。1500个狼全部发了，这个村民应该能吃好几顿了吧？中国跟阿富汗，中阿友谊。对。说吧，哎，你让他们说说看，看能不能说。年轻人，中阿友谊，中阿友谊，耶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 ，OK。现在我们去他们家里看一看，看看他家里是什么情况，让他带路好嘞，让他带路 ，OK。全部都是帐篷。哦，他们还养了一些鸽子。哦，住在这边。好多动物啊，猴子、狗。好多小动物啊，鸽子，我，哎呀，我看见了一只小猴子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这几个小猴子呢？我看一下，等一下我看一下这小猴子。哦，这里还有一只小猴子。哦、他们这里还养猴子。看看它里面。你看，现在他们就在这边。说我们觉得就不是住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没办法。对。他的妈妈也死了。他的妈妈死了。对。只有一个孩子。家里其他人都没有了。都没有。只有一个孩子。就一个。现在我们来到他村子里面来了，都是帐篷，都是帐篷。路上全是积水冰，这是他们家。就是简单的木板坐一坐，然后顶上就是一个哦，那个躺着。哎呀，我们来另外一家，地上都是泥巴。这里住了两个人是吗？是他和他的弟弟。哦，他和他弟弟。他的老婆也死了。老婆也死了。那等于说没有家人。没有没有，就他们两个。只有两个人。没有女儿，没有老婆，什么都没有。所有家人都没有，在这里做饭。这里啥也没有啊。他这个估计是生病了，估计脑子有点问题，脑子有点问题啊。要么我们给他点钱，对，我们给他台湾真的需要钱。嗯，我们负责是吧？因为他们没有老婆，没有孩子，给他们工作，给他们养啊。我们谁都生病，也不能工作，没有工资，没给他可以。给他们两个人，给他两千。他肯定，他眼睛也有问题的。行，不用谢，好的，行，我们走吧。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家吧，我已经看了好几家了。每一家都希望我过去，我基本上给不过来了，每家给个1000-2000，给不过来了。我们现在去刚才那个小女孩家里看一下，给一下吧。
然后就走吧，这里人也太多了，根本就给不过来。哎呀，家里非常狭窄也黑。哎呀，我脚上全是泥。家里这么多人呢，就是他的孩子。好吗，我们就不用进去了，不用进去，脚上都是泥。不用了。哎呀，还是让我们进来。我脚上的泥我就不踩了。看起来屋子里面烧的是垃圾，我都感觉要难闻死了。来这吧，村长人也挺好，看起来和善的很。带两个孩子，他们没有衣服。上车上车，看不下去，实在看不下去。太多了，太多这样的贫穷了，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帮助。但是不是住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没办法。对，因为不跟我妈在那儿待。他的妈妈死了。他的妈妈死了。对，只有一个孩子。家里其他人都没有了。都没有。